啊，有了！它喜欢厚重的声音。Hello everybody，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竹的绿世界。今天我是一个橘糖，因为来到这种户外的地方一定要喷防蚊液，我刚刚已经被蚊子咬了。还有现在是不是太热了，防晒一定要做好，现在太阳实在是太可怕。 OK，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糖果很喜欢小宠物，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绿世界有什么跟我们上次去高雄有什么不一样吧。 OK， 我们现在去买票， Let's go。 我们票买完了，这里只有分那个全票跟半票，没有分假日或平日。那全票的部分呢是380，半价的话是320。哎，这边还可以拍婚纱，哎，还蛮特别的，这是免费，哎，哎，还蛮酷的，大家可以来这边拍一下。你想想看，穿着婚纱，然后身在丛林中，然后有小鸟站在你的身上之类的，好像还蛮酷的。走吧，我们进去看了 ，Let's go。我跟你们说，一进来就看到了两只大鸟鸟，哎，它们跟我差不多大，哎，差不多大。现在你们去看那个大鸟鸟。我想拍一下我跟他身高，他们的身高差不多到我的胸部吧，我已经站高了，他还到我的胸部，哎，太厉害了！这种鸟好像是吃鱼的耶，妈，别捉我！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他们是那个澳洲的鸵鸟，叫鹅鸟。没关系，我们看下一个好了。这个我真的有点怕。厚重的声音，好可爱哦！他们两个都靠在一起，好可爱哦！而且他们这个没有拴那个脚环，竟然不会飞走，哎，好酷哦！不知道可不可以站在那个手上？下面很长的蚊子，你们看看，下面挺长的，他们就是手臂都会这样抬抬的蚊子青年，可能跟人一样，一下都有吸住的，可爱。只要被它喷到的话，会臭整天。哎，那只在大便，已经
所谓的正路丸，又黑又圆，超尼玛！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看到了一只恐肉，会动的恐肉。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恐肉吗？请看。啊，这根本就是阿嬷养的。我就想说一定要出来，结果我真的找到了，你看，在上面那边，好酷哦 ！Hello，Hello， 不理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因为我们来到一半之后，我们进去蝴蝶馆，瞬间下大雨，然后还有困在虫虫堆里面困超久，很烦，超恶心的。我刚刚没有拍虫虫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恶心了，全部都毛毛虫啊，然后什么有的没的，啊，崩溃！而且我们是在踏进去的一瞬间啪，我以为是什么特效哎，夸张。好啦，就是真的现在有点太晚了，他们差不多要闭园了，我们也没办法继续逛下去了。我们现在准备下山去吧 ，Let's go。我们现在要去看可爱动物区，剩最后的几分钟，我们把握时间来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可爱吧。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也别不说。忘了。蛋蛋好像一颗蒜头哦，挺特别的，好感动哦！啊，它跳走了。整个就是绿世界，然后有啊，我们除了那个鸟园那边没有去，因为就是雨下太大了。我觉得今天这样整个下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两个，一个是鹈鹕，它那个真的是太高了，100多公分，然后再是那个袋鼠很酷哎，它那个蛋蛋是。很像一颗蒜头垂在那边，一颗蒜头垂在那边，然后在地板上面孵蛋的感觉。
OK， 那我们今天影片结束就到这边，最后记得帮我订阅加关注，记得开启小铃铛，还没帮我关注我的 IG 的朋友赶快帮我关注 IG， 想要看我拍什么影片的记得在底下留言哦，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